Bebê Brasil! Bye， 欢声一起上学喽！来，来，同学们，起立！敬个礼，握握手，你是我，我不是小朋友，才会逗我到的头。来，同学们，起立！起立，敬礼，老师早安。没有带课本的，现在给我马上去第三。知道吗？带一个人难过的时候，他就会半脑袋塞塞这样拍抖音，怕死人家不知道。哈哈哈哈！救救我你！讲啦，哭哭哭哭啦！哈哈哈！我跟你一样都爱烤肉，那你喜欢烤什么呢？我喜欢烤肉啊。那我们的分别在于，你喜欢烤肉，我考虑你。喂，我喜欢你。你这个死变态！